谁还会去？真的是。跟自己讲，一定这条路一定要这样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还是走错了，因为刚才佩姐师兄问的问题，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这种体会，这种心情有时候时好时坏，明白这不对，这还是在错的路上。师父，我现在怎么帮自己真的走到正路上？从零开始慢慢步步走，在那个我要老师的就是我问你那个波的时候，就讲到新的教育了。真的觉得自己过去的真的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一觉缘，对不起一觉缘。回来原点不是请求谁好告诉你可不可以，回来原点是你自己要不要。你们之前有个同参也是到处恶搞，在这边也曾经从他人生最谷底，然后慢慢调整，当时也愿意接受，然后达到了他人生最高峰，后来就去恶搞了，那恶搞的内容就不赘述。总之很没有人性啊，这样，然后搞一搞到最后，经过几年每况愈下，又跌下坡，然后也从来不来，也从来不主动来学习，最后来告诉我说，能不能让他可以来这边学习？那你听到这样的概念，你怎么回答？你说很简单啊，这里从来没有限制人家不能来啊，对不对？都敞开啊，可是从来没见过你要来，那你还来这边苦苦哀求说能不能让我来这边学习，对不对？那本来就是在这边学习，让你人生从谷底爬到了高峰，本来就是嘛，对不对？那你这时候还求谁来让你来这边学习，对不对？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对不对？反而是教育者要求你们啊，对不对？你能不能好好学习啊？你怎么会把责任推过来，变成说，能不能我好好，能不能给我来这边继续？那表示人家拒绝你啊。可是有吗？所以你们的话语在讲话的时候，你都要慎重，要为自己负责，要不然一句话讲出来就变成完全违背事实，懂意思吗？那你说你要回到原点，你自己不知道原点在哪里吗？那你就从那边开始做起就可以了，懂意思吗？那这个需要人家教吗？你说我怎么回原点？所以我上次也跟你讲过了，你们都会再重复，你看这是我又说重复上次的意义，什么意思呢？是你愿不愿意，
不是你能不能，你不愿意谁能？你看又回到原点，我也回到原点去讲，对不对？我跟你讲，你不愿意啊，是你不愿意啊，谁能？可是你们嘴巴都说我好想怎么样哦，啊，能不能你给我机会什么，对不对？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人家本来就告诉你怎么做了，可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才会怎么好，希望你不要怎么做，不能怎么做，要不然就会怎么坏，你都去证明怎么坏的给我们看，对不对？你说你刚提到家里负面影响，我之前也讲过了，你如果不怎么样啊，家里你家里一定会有负，对这个负面观感一定有负面影响，对不对？你今天只是在跑来跟我师父，我证明你说的对那我是一个听到这句话觉得很悲哀的人，可是我还要笑懂意思吗？那这如果我解释这样，我只是道去法让你去清楚我之前跟你讲什么，对，就是啦，可是你不愿意啊，懂吗？那你不愿意，你现在说能不能，你现在又在重复上次的话，那我又重复一次上次的话，你不要这样啊，你要愿意去为你人生负责啊，对不对？你也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也讲过很多理论方法，对不对？什么你时间要怎么配比啊，你心思要放在哪里啊，对不对？你的行为要怎么运行啊，对不对？都讲过啊，对不对啊？不要什么，不要不老实，不要在那边自爱自怜，不要怎样，对，我也都讲过啊，那你们也都有录音啊，啊，录回去，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你们做的是我讲的你要怎么样比较好的啊，可是你每次回来又告诉我，哦，我真的怎么样比较坏的，懂吗？那最后再补一句，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要给我们机会呢，懂意思吗？要给我们假设，方便讲叫教育者一次机会呢，能不能接受我们好好对待你的教育？你给我们一次机会，这可以明白吗？医院的问题谁都帮不了，那你现在不是不知道怎么做的问题，因为有教过，有教过，如果还你们还说不知道，那真是对我这边极大的侮辱，对，是吧？那如果都教过，那你现在没去做，那不就是医院的问题？之前跟师父解释过，就是念佛班那个窗口的讲师怎么做才对。当下师父曾经讲过，但是那时候真的自己都没有听进去。所以你讲的那个时候已经好几次那个时候了。对。哦，什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后面那句才算没有听进去。对。因为你不愿意接受我告诉你的方法，所以你每一次来都说那个时候上次没有听进去，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我真不知道你下次来会不会又讲这一次你没听进去所以我讲你的问题很简单，你都不用问别人，你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你要回家沉淀一下，你愿不愿意。你如果不愿意，你可以回去过着你世间的生活，那没有人会说不对，可是你不要硬着一个面子说我要修行。修行不是撑面子的，修行是真正为自己生命负责的。天下第一等有勇气的人，他才有条件来修行，你懂吗？你如果衡量你没有这个勇气，不要勉强，对不对？你有人生的问题你来找我，我会解析给你，对不对？啊，你照着做可以去解决，那照做照不做你的意愿，我们不能强求你的，可是至少我可以担保我告诉你的不会错。为什么？不是我很厉害，而是我性好，这听得懂吗？性而好，
孔子讲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对不对？不是我的创作，我今天只是体验到，以我们自己的验证体验到古之圣贤所有的礼则，真是太美好了。所以我依此认为，我转述他们的给你不会有错，懂意思吗？不是说我多厉害，那我转述他们不会有错的给你，你不能接受，你不愿去做或者是验证，那这样子就没有讨论空间，懂意思吗？你就必须去承担你的生活命运，那么你说引起周边的很多对学法的负面观感，也无所谓，我们承担了，我们不会把这个承担说怪罪到你，你怎么这样子？因为事实发生就是发生了，懂意思吗？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帮助人的人，都要有心理准备，对不对？那本来就要接受众生的折腾，对啊。那我们努力这样子传述古圣贤的教法智慧，也不过希望能救一个算一个，对不对？社会多一个是这样的人，那这社会就多一点幸福的磁场，就这样，对啊。那么如果众生他不愿意的话，也没办法，我们到时候老天要我走的时候，就拍拍屁股就走了。你们讲，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那你是什么？你要去行事决定啊。我是什么？我决定啊。懂意思吗？那人生哪有这么多好忧虑牵挂的，好在那边纠结的？就对的就去做，不对的就不要做而已啊。你偏偏不是嘛？对的，你说好难做。教人家教你怎么做对的，对的本身就是在教你了嘛，对不对？转述，假设你说怎么做一个班长，就转述啊，班上有什么问题，汇集到我这边来，我陈述啊，他们的需求我帮忙转述，等等等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实法，我没办法继续迷你告诉你，可是依你活到六十几年的一个生命体，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们又在外面工作过，对不对？又见过世面，怎么会不知道？通通是意愿的问题，你不愿意就没办法，懂吗？我这样讲你还不清楚吗？真的是，师父，我不懂为什么不愿意。这没什么好不懂，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没有什么好不懂。如果要分析，对你也没用。你就是去愿意，不愿意也可以分析，就是它不是你的价值观，你就会不愿意，这懂了？好，接下来又来了，那你愿不愿意把它变成你的价值观？又愿不愿意了？你要说不愿意，我不懂为什么我不愿意。因为你有你的自私，你有你的名闻利养，你不愿意放下，你不愿意，还是愿不愿意？你看，所以愿不愿意哪有什么懂不懂？愿不愿意是你的欲望，你的欲望不，你不会不懂，别人会不懂。我们最知道我们自己的欲望，怎么会不懂？对不对？我不愿意付出，我怎么会不懂？我怎么还会有一个只有聪明的人就会有一个答案出来？我不懂为什么我不愿意付出，这是很聪明的人的话，因为他知道他这样一讲，人家就哑口无言，错都推干净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这样恶搞呢，佩姐？举例啦，你为什么这样恶搞呢？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我这样恶搞。你觉得会有这种事吗？会真的不懂，那为什么又会冒出这句话？因为这一句话是很好的防护罩，你们不能怪一个不懂的人，懂意思吗？好，那我要让你明白，你的存在没有人会怪你，懂意思吗？可是你的命运你自己要去承担，也没有人能够帮你承担，能承担的也承担了，不能承担的呢，也尽量承担了。可是终究最后，
你还是一个业力生，你还是要承担你的业力。业从哪里来？起心动念，人心造作。你可以跟一万个人说我不懂，没关系，可是不会因为你说了不懂，你就不用承担那些业力。你自己要去抉择，这叫大自然法则，不是谁跟谁，哦，谁看不惯谁，谁跟谁对立，不是，对啊，也不是谁决定你会怎样，不是，是你决定，懂吗？所以哪有那么多问题？所以你刚讲跟佩姐刚前面讲的啊，哦，你有啥不一样的？你又乱多，懂意思吗？那不一样的，你等于拉佩姐下水，或者是你提升哦，把你自己没那么多问题，变成没那么多问题，因为你们的看待是不一样的嘛。你有听到他刚刚问的逻辑吗？他是在学法当中，他在检视自己有那些问题，对不对？跳出来看，我怎么那么傲慢？我当时怎么可以讲话这样？他要解决，所以他请教之后，他就往那个方向去执行。你没有，你懂吗？你会避。你当人家讲你的缺点的时候，你避东就轻，就避重就轻，避东避西的，对不对？你当然也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可是你面对的会避，你就不可能会像他一样针对看到自己的劣根性想要解决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懂吗？所以你刚刚讲的，哦，我跟哦佩姐师姐一样，哦，我怕一个，我伊唔知跳起来把甲你扒落去未？你讲我特别搞，我甲你扒落去呀！你个讲你安尼，我感觉我就想要甲你扒落去。对，你来干嘛喊？搞我喊牌，搞我摸你，摸你。我两对啊，这想没有用啊！你问为什么一直在跟风这种事情？跟风嘛，现在你们流行跟风嘛，那，啊，就改就好啦。你们不要做的，不能做的就不要嘛。性格上不老实，对不对？撒谎、避重就轻，哦，这个叫做。哦，真功伪过什么等等等，啊，都不要那样就好了嘛。啊，你最后冒出来那句话就无解了嘛。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那样，懂吗？这就无解，哎，这可能就是要你再往下一个人生该怎么历练。哦，有的人会极度痛苦，他终于我终于不要这样了，对啊。而，哦，我也不可能给你极度痛苦。你感觉好像看到我就很痛苦了，已经很痛苦，我还敢给你极度痛苦？不会，怎么不会？之前真的是那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真的会觉得说，似乎真的是自己应该人生里面的。我比较少会听这些话，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们每个人都嘛遇到我都说啊，师父很慈悲，啊，最后一转眼就在心里怀恨我。对不对？哦，啊，过一阵子又人生不如意了，又来啊，师父好慈悲，我之前哦不应该对师父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后来想一想，师父是真的慈悲，啊，过一阵子又开始恨我，啊，就周而复始，一直这样，所以我很奇怪，所以我都不太会听这种话，你懂意思吗？对啊，就人家称赞我的话，哦，一概不听，那叫毒药，对不对？对啊，那如果一舔舌头就流血了，懂意思吗？哦，那你看呢，啊？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是这样对待自己啊，那你怎么对待自己？我不是跟你在理论什么的，我是告诉你啊，一个人要没有痛苦，他就很简单，他就如实就好了。那就不要有那一些为了自己建构的欲望就好了，对不对？那你说你做不到，那做不到你必然就要承担痛苦啊，这才叫大自然法则，所以老天也是很公平的啊，懂意思吗？那如果你做不到你都快乐，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做啊？
你们也许这种代志嘛。哦，那事情又开始比较了、啊，就比较你们谁快乐，谁快乐，啊谁不快乐，啊就比较嘛。啊你那么快乐哦，啊你有做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就是做争取名闻利养，争取五利六成，对不对？哦，一旦人家发现我的错，我就开始避重就轻，哦，所以我很快乐，有这种人嘛，懂意思吗？对，自己很重要。做不到的过程就是做不到，就是你不想做啊。意愿的东西没有做得到，做不到是想不想做、啊。意愿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在调个性都是意愿的东西嘛，不是意愿呢、啊。我老爱撒谎，可是我老做不到不撒谎。请你告诉我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我明天以后就不撒谎。有，就是你不想撒谎，就这样啊。哦，那我知道了，后天来了，是我不想撒谎，可是我还是继续撒谎。请你告诉我，有什么方法让我做了我就有意愿不撒谎了？你刚刚问的问题都是这一个地方，啊，你觉得有吗？啊，所以就不用问别人了。对，总之你必须为你惹来的这一些所有的人对一觉的误解去承担负责。这时候就是你自己要的，你不知道，对，你这个是你的事情，对不对？不是说别人不帮你，这一点是任何人帮不了的，都帮了啊，该帮的都帮了啊，解析也解析了啊，你看多久了，对不对？解释多久了，你都将这些问题解释了快一年了，我们就跟你解释快一年了，对不对？啊，解释成这么的细致清楚你都还不愿意做啊，那有什么办法？那、啊、如果都没办法也没关系啊，就不要啊，就回去过老日子就好了。如果不要就是这样啊，因为勉强不来，就是勉强不来的。不是要做就不是按、啊、你的事啊。你当你讲出来跟到处的人讲出来，就表示你不做了。要做的人他一定默默的就去做了。他不会拿大声公道说、哦、我很想做，做就对了，到处在那边，这里又不是什么这个叫潜能开发中心，大家来喊话，要不要做？要，加油加油加油，对不对？你还跑去那个我们河西路的那个什么红绿灯口，你拿大声公，只要红绿灯拍拍，对不对？所有车子停，你就在那边，我要做得到，对不对？你在那边喊有用吗？没有用，懂吗？当意愿的问题还要在那边想、哦、就表示没意愿的啦、欸、所以这个事情、哦、可以留在你家里好好想，没关系，因为这自己没办法讨论，讨论只是浪费时间，你也浪费时间，我也浪费时间，他们也浪费时间，对不对？意愿呢、啊如果你不懂什么，真的不懂什么理路，有疑惑，那可以花时间告诉你，告诉你理路都讲完了，最后你没有意愿要做，这里不能花时间了，懂意思吗？这是你自己要沉淀一下，你的人生到底要何去何从的问题，你的人生何去何从，没有人可以左右你，懂意思吗？就算我觉得你的人生要走向三乐道，我也不能左右你，懂意思吗？这是生命能量的问题，谁都不能去干涉。师父，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了缘？我们有随缘。了缘有两个意义嘛，你要了解缘嘛，然后你要了结缘嘛。
随缘了缘当中，七因觉果，七因觉果了生死嘛，出三界，出十法界，是这样。所以了缘是这一回事啊。最开始就是从了解。你要了解，就最开始从随随缘。啊，没有承担的人，他随不了缘。嗯，老是自己一大堆想法的，他随不了缘，所以就不用谈了缘，懂意思吗？嗯。谢谢师父。